师好。我们现在邀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家志琳姐姐上台跟大家讲句话。啊，志琳阿姨，是志琳阿姨讲句话，大家掌声。我本来以为是我们会六个一起站在台上才讲话的，那我首先要谢谢台下三位，就是亲家母还有李台生承让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可以代表他们来致辞，谢谢你们三位，掌声。今天是一个充满欢乐跟感恩的日子，我非常谢谢男方女方双方的亲朋好友，以及遇难停泊的长官、师长、同事、同学们一起来见证这一个他们两位大喜的日子，同时也借这个机会感谢这一路上你们给他们的支持、鼓励跟呵护，谢谢你们。再来，我要感谢的是亲家公跟亲家母，谢谢你们培养一个这么优秀、温柔、美丽的女孩，能够变成婷婆那么好的老婆，变成我们那么好的媳妇，谢谢你们。那接下来就是婷婆，她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，而且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，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。可是我认为他现在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娶到运安这个美娇呀，来跑下去嘞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祝福这两位新人，从今往后相亲相爱，互敬互爱，互相包容，互相体谅，互相尊重，幸福美满，长长久久。谢谢各位，今天你们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贵人，一路上有你们真的很好，谢谢啊！祝福你们健康常在，笑口常开，好运常来啊！请你们接下来就是要吃好喝好，兴致好，不醉不归，今天的啤酒是无限畅饮哦。最后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说你们手上应该都有拿到一个天作之合，那是婷婆的爸爸特别为这次婚礼所精心设计的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也掌声，让妈妈留步，那同时也请。